上次发现这边沟里边有很多那个白鸽，今天带了个大漏勺下去看看能挖多少。走了，这地方还真不少啊！看，哇塞，哎呀，看见没有，一刨都是，这边多，哎呀，还是壳比较多，颗粒少，待会淘上来挑一挑，继续问。小半条，这些鱼差不多够吃的了。回家之后，老爸用白水一洗，那家伙可鲜了。带着了，这是个烟管鱼哦。哇塞，这咋搞？长这么长了？这是什么情况？都冻结实了，梆梆硬。这应该是昨天晚上退潮之后。就在这个沙滩上面，沙都冻这上面来了。天气一天天冷了，这家伙可好吃了，嘴也特别长，关键不知道它是怎么吃饭的。这个嘴得20多公分，它是怎么咽进去的我也不知道，成金箍棒了。带着吧，这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一个猫眼，而且特别小。这家伙太小了吧，我还以为能大一点，这么大差不多呢，这都不够塞牙缝的，除了壳没货了吧。沙里边总会比水